上最让人瞩目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很漂亮的墨绿色皮色，然后像坐垫啊、沙发背都可以轻松的移开，对于累积在里面的一个灰尘啊进行清洁都非常的方便。瓷管沙发呢有很多细节的设计是非常漂亮的，像我们看到这个扶手处有一个弯折的地方，它有软垫包进来，然后这样子呢可以让扶手变得更加精致立体。现场呢我们配置了一个大 L 型的组合，非常的有存在感，以扁平的造型来呈现，与沙发后底座呢形成一个对比。头枕呢是可拆式的，它可以拿起来到别的座位去使用，而且它头枕地方可以调整角度，让乘坐时可以更加感受到舒适。沙发背呢也可以做前后调整，在家呢如果你想要坐正啊盘坐啊，都可以依个人喜好去任意改变。